你怎么面这么苦啊，妹妹啊？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吗？爸爸是个律师，律师是最明白是非、最懂道理的人。我觉着爸爸不会这么轻易打人的。可他就是打了。好，他就是打了。那你跟我说，他打你哪儿了？打我脸。打你脸？他为什么打你脸呀？ 因为我把爸爸妈妈和我的照片挂在墙上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为什么是我不对啊？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，你是不是把挂在客厅的你们三个人的照片换成妈妈的照片了啊？你这就是没有把小明阿姨当成是自己家里的人呀。小新啊，我听你这话可不太厚道啊。 啊，那孩子想自己的亲生母亲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这想的不行了，把照片拿出来看看，就得挨打呀。嗯，我不是这个。你现在哭什么呀？这人都走了。哎呦喂，这是！小西，小西，你怎么来了？上车说。 事情是一巴掌拍不响的，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说他要密这么好的女孩，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，你别让张慧钻了这空子了，到时候你后悔莫及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总不能不让张慧看望她的女儿，不让妹妹看她妈吧？就不见了还能怎么着啊？从法律上讲，我也有义务让张慧实行探望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也别跟我提什么法律不法律的了。那张慧走到那几年，她履行过这些法律责任吗？她是探视过梅梅啊，还是关心过梅梅啊？ 他现在良心发现了，想要回来去履行这些责任了，那不得按照法律和合理的时间来安排这个见面吗？他总不能借着这件事情去扰乱别人的家庭吧？我跟你说，他要这样的话，你完全可以提起上诉，驳回他的探视权。哥，你想想，这梅梅放在张慧家能好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梅梅以前在家的时候，她要咪还能照顾照顾她啊，还能帮助帮助她学习，这方面抓的还是挺紧的。你说张慧除了带她玩就是带她玩。
是小孩他都喜欢玩，可是你做爸爸的，你不能害了他呀。哥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一定得拿定一个主意，得像个男人一样，你得必须得把握好你生命当中这两个重要的女人。但她毕竟是梅梅的亲妈呀，况且我和她还有过一段夫妻情分呢。哎呀，也是我曾经爱过的女人。哥，我跟你讲，我最烦你这一点，优柔寡断的，心太软了。而且软的根本就不是地儿，同情弱者一点错都没有。关键是张慧她不是弱者，你说你同情她干嘛？你同情来同情去，最后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。你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吧，你。妈，你看谁来了？哎，谁呀？妈妈。哎呦喂，梁小姐耶！哎呀，哎呀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吃饭没有？没吃，给你包饺子。吃了。知道我今儿过来干嘛来了吗？不知道。当当当！我公司发的超市券送给你。哎呦！我就知道你好这口。讨厌！好像我猜对了。你刚才一看到两眼都放光，好吗？还不承认？啊！就为送这个跑一趟啊！能让三江带回来不就完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没有良心，就认票不认我是不是？就不想我是吗？就不想看看我吗？还让我哥给你带回来，真肉麻！你看看，一点都不想。哎呀呀呀呀！小咪呢？啊，这妈，小咪呢？哪有呢？哎，小咪，哎，小西来了，汤，小咪，啊，怎么了？替你出了一口气，你最好了。那行，妈，我刷碗去了啊。嗯啊，净干活了，又刷碗去了，还愣着干嘛呀？人刷碗就赶紧就陪人刷碗去啊！哎呀，人家天天伺候你，给你大鱼大肉的做着啊！人刷碗你还在那愣着，有你这样的丈夫吗？啊！跟我妈还有悄悄话要说啊！来来来，你头还疼不疼了？让你受委屈了？我不委屈，你委屈的是梅梅。冰箱里的车厘子你吃了吗？我没吃，那么贵的水果留给梅梅吃吧。咱俩谈恋爱那会儿最爱吃这东西了，那时候吃的你满嘴都是。后来咱俩结婚了，你就舍不得吃了，全都留给梅梅了。今天我买了特别多，全是买给你一个人吃的，真的。我来干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别在这儿捣乱了，快用。哎呀，嘿，张慧人家那是物质型女人，我太了解她了，装可怜，没事拿东西贿赂贿赂人心，梅梅对我全是这样。今天来找我来了，给我买一小包，想贿赂我，让我拆散我哥。哎呀，你要呢？我能要吗？我要他干嘛？送你啊？啊，是。他这个满肚子心思全是钱和虚荣，能有什么好心眼儿啊？咱不能上他这当，真的。当然你是肯定不能了，你从小不就教育我们吗？吃人家嘴软，拿人手短，咱不能要人钱财，不能受人摆布。我现在补充一句啊，你补充，你说，有两种情况例外啊，哪两种？一种是晚辈孝敬长辈，嗯，这你得收。对，还有一种就是要表达一种特殊的心意，你这也得收，你不收拒绝人家不礼貌。是，这个自己家人，这个晚辈对长辈表达心意，这个收天经地义。你这要是外人，你明知道他有想法还要收，这个就不太对了哈。哎，你别说，我想起我爸了。你说我爸那会儿在世的时候，他的母亲会手绘这种事儿多不多？我爸连眼睛眨都不眨，为什么呀？就因为背后有你这好女人监督着他，不然的话这么多诱惑，他能抵挡得住吗？你是孩子，我不监督你爸也是好样的。行，你哎，你也甭跟我在这笑，你别晚节不保、哦，点你一下，渴了，快给我整点水啊！我给你拿饮料去啊。哇，真的
假的也是。小咪啊，哎，小咪，妈，给他拿个饮料。这还有这个，我要撤了。哟，哎，你别走啊，这给你端上我碗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来一趟，你多说风景儿，拿包，拿包，你让不了，让不了。哎呀，这刚待多一会儿，你看看，我走了。慢点开车啊！说风就是雨阵似的，这说走就走，来来。我不吃，好东西你不给我，你泼酸奶给我来了，我不吃。多好啊，这果料子，我都没舍得吃给你了。哎，拜拜，慢点开车啊。哎呀，哎，丑孩子，还晚节不保，我怎么能不保啊？哎，哎，哎，不对呀！哎呀，哎，那个我抽屉里那东西怎么没了？什么东西啊，妈？妈，什么东西？你跟我说，我给你找。对，你跟小咪说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算了，我自己找吧。我自己找。我问小西，你们甭管了，甭管。哎，妈，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妈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找不就得了吗？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不用，没你们事儿了。去吧，没你们事儿了。喂，小西啊，你刚才在我这儿，在我抽屉里看见什么东西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东西丢了吗？啊，你甭管是什么啊，我就问你，你看见没有？什么看没看见啊？哎，不是妈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当着你女儿面还有什么宝贝掖着藏着呢？哎，你甭管了。就是你来之前还有，哎，你这一来这一走没了，那不是你拿了谁拿？呦呦呦呦，这还跟我急了！你给我老实交代，那玉镯怎么回事啊？看着还挺贵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不是你拿去了？是，不是你有什么权利质问我？我就知道，你今天在那儿说赞成张慧的时候，说的那个语气一点底气都没有。你这不就是典型的男人手短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别中了他计了。你甭瞎说。哎，就算，哎，就算我要了他俩玉镯，怎么了？啊，其实我心里我一点都没偏袒他。你要是硬说的话，我还是向着唐小咪的。你赶快把他回来啊！行，好了，我知道了啊。那玉镯我没拿，你自己在房间好好找找吧，它就在某一个角落里啊。我开车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刚刚跟你说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你我挂了。孩子，你还反腐反到我头上来了，臭孩子。就这么对孩子呀？啊，这以前什么时候给我打过呀？那唐小明也太狠了。听你这么说，就好像小咪打了梅梅似的。他是没动手，可是要没有他挑唆的话，那梁三江能动手吗？梁三江是什么人啊？那是君子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。梅梅，你跟大姑说，小咪阿姨跟你说什么了？梅梅，那怎么能什么都没说呢？你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什么眼神示意什么的？欠我爸爸，别对我那么凶。假，太假惺惺了，这心里肯定痛快着呢。女人心海底针，这是后妈心海底针。张慧，我这么听着，这不也没什么事儿吗？这还叫没事儿啊？这梅梅都不想认他爸了。
他觉得他爸已经被那个汤小蜜给俘虏了，这孩子天天在家里就是受气。他这么着吧，你们的事儿我去跟三江好好谈一谈，行了吧？上来，你看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是真的不能忍受梅梅在那个后妈的手里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为了孩子，我想要跟三江复婚。复婚？你这个时候想复婚？那你当初干什么去了？双楠，像当初你和高哥好的时候，咱妈不同意，我可没少帮着你跟妈说情了。那时候你们生活过得困难，还是我借钱给你们置办了一套在当时来讲还算不错的家具，妈这才同意你们的。是江辉，当年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但是你跟三江这回……双楠，三江他现在是犯浑，可是我知道他心里对我还是有感情的。我也知道你跟二哥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，你们应该能体会到我这个当妹妹的想要极力挽回家庭的这种心情。二姐，你们就当还我当初帮你们的那个人情行不行？我也不用你做什么，你就帮我劝劝三江，劝劝他就行。这件事情我有我的立场，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。